好色啊！阿英姐嘛，随去拿行车记录器，把内底资料 copy 落来，再提来给律师。哦，真好。只要两天开侦查庭的时阵，提出新的物证，推翻原告的证词，安尼检察官真有可能就以查无犯罪的事实，判判最大，不起诉处分。哈哈，安尼就上好啊！嘿，我一定啊，让这个莹莹哦，顶报纸搞回去咧，还我一个公道的。嘿，这个贵宾钱啊，是要含害我，破坏我名声啊，这无遐尼简单的啦。好最大。新的物证都还没送出去，判官嘛未落来，你是不能怀疑得上早。这阵啊，不管是讲话做代志，你拢要特别细腻哦。对啊。对对对，这嘛千万唔通得意忘形。再万一哦，予指导的知影这消息，伊乌白两道的关系真好呢，还佫去动什么脚手，安尼就害啊。嘿，真美啊！啊，听你安尼讲，我就愈惊呢。郭文雄啊。啊，你唔着讲较详细咧吼，到时阵若开侦查庭的时阵，我应该安怎做啊？开侦查庭是检察官必调查犯罪事实佮过程。开侦查庭的时阵，检察官一定会问：被告李三郎先生，原告赵莹莹小姐控诉你性侵，你是否承认犯行？我不承认，我根本什么事情都没做，这一切都是他自导自演，是他设计陷害我的，他根本是诬告。才没有，明明就是你偷喝酒醉哦，欺负我这可怜的傻波囡仔。针对警方在现场采集到的证据，经过我们要求复验的结果，证实卫生纸上的 DNA 是李三郎先生的鼻液，并不是体液。这里是重新见证的资料。根据复验的见证资料显示，这里的 DNA 的确是鼻涕。原告部分有什么意义？检察官，他说我性侵他，这明显是在说谎啊！除此之外，你有没有新的事证或物证要提出来？有，李秘书。原告供称他是被捡尸，但根据我当事人的陈述，在进入饭店之前，原告的意识十分清醒，甚至主动告知要到哪一间饭店，这是当时行车记录器画面可以作为证明。放出来看看。等下啊，是要送伊去倒一间饭店休困啊？凊彩啦，啊无头前约三千啦。三千的哪会使啊？我要带五千的，就头前一间。哈？一间哦？哎，一间足贵的呢。嗯。安怎当的？亲像你这有风度的绅士，敢会唔敢抬钱，给我去带五千的？嗯，当然嘛是要带五千的。阿勇啊，卖个螺丝啊，老舅，您可以头前一间五千的饭店。啊？你敢不是讲我欺负你？怎么？不会难讲啊？除了以上两项新的证据以外。警方并未在原告赵莹莹小姐的身上验出有李三郎先生的 DNA， 赵莹莹小姐身上的伤痕是自己造成的，她想要借此捏造李三郎先生性侵的事实，诬陷被告。综合以上种种的证据，证实原告所谓的犯罪事实并不成立，请检察官明察，判处我的当事人不起诉处分。另外，原告赵莹莹小姐。诬陷我的当事人，我的当事人已经决定对他提告诬告罪。检察官，他恶意诬陷我，我要反告他诬告罪，请检察官明察。我没有诬告，检察官，他真的把我害得很惨，你一定要为我主持公道啊！哎呀，证据遐尼明显啊，我你搁要继续白扯落去是嘛？啊，我跟你讲哦。为了你家己好，我苦劝你，也是赶紧认罪。还阁有诶，随我回信咧，也若无，我绝对甲你告到底。到时阵你同掠去规个贪污事杀无，还阁有吼。迄颗过敏期也无可能救你出去啦，你唔通阁戆落去啊！吼。李三郎，你甲我害甲这差不多阁熬过，
你哦会有报应。哎呦，你做菜阁画俩菜咯，做唔着代志的人明明是你呢，你唔知通好解，阁甲我大细声，像你这种死啊硬嘴皮的人哦，才会得到报应啦。不准吵闹，安静。检察官，我有人证也有物证，都可以证明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做，我是被陷害的，请检察官一定要明察秋毫啊。我没有诬告检察官，他这个人哦，就是占了便宜又卖乖啊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。安静，现在侦查终结，由于这个案子啊证据不足，因此裁定被告不起诉处分。检察官一敏，你个敏锐心啊！检察官，我要告他诬告。这与本案无关，请你另外检具证据，再行提告。退庭。检察官，检察官，哎，检察官。免话啦，搁话无路用啊啦。莹莹啊，安尼啦，我代念你捌伫我酒店上过班，我阁予你一摆机会。你若是欠认罪，而且讲出是谁指使你安尼做的，我着手洗牙环。放你一条生路，要哪无，你就等下红娘去要感觉吃面子饭啊！哼！哎呦，哼！你人家对我无礼貌，我绝对袂放你出来。林律师啊，是，随替我销售证，我绝对要告伊无果。好，无问题。哦。这是进行搞稳定的物件，请你检查一下。没问题，多谢你。就是耶，所以我就想讲哦，新年新气象啊，希望哦，咱到所有不顺利的代志，当赶紧过去。花开富贵，喜气洋洋。你讲了嘛对嘞，啊，希望哦，咱厝内每一个人啊，今年拢会当安尼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也搁有啦，哦，你这回哦，一个插在遮，咱规个客厅哦，气氛完全拢无共款嘞。妈姐，来啉茶。坐坐。阿姐，小。来。哇。啊，就好啉的。对啦，阿你妈妈最近有较好无？也是同款，无什么进展。其实哦，若不是董事长，伊安尼这么坚持吼，我是啊，足希望恁妈妈会当继续留在咱厝内。安尼我逐天吼，唔只会当安尼加甲伊讲句话，话甲伊开讲，安尼我心情嘛会较好。妈，多谢你啊！啊，不过我妈佮阿伯，伊甲你添足侪麻烦啊。而且，这间安养院真正甲我妈照顾甲真好。虽然我无法度24点钟陪在伊的身躯边，至少我当就放心的啊。哦，安尼就好，安尼好，我再找一个时间跟你做伙去看亲。好啊。我那睡真久啊，拢暗时啊。哦，哎，建国，啊，你有看到那花无？足水的呢，亚芬买的哦。真水啊！安尼现拢顺路买花啊？买花搞啥物特别？啊，看到水就买啊！来啊，
林德。嗯。亚芬啊，啊，家都已经有一股茶啊，啊，你哪个泡一股？啊，敢无同款啊？当然无同款啦。我未好见过哦，是安神茶。中医师讲哦，啉了会较好睏。哦，你这个做太太哦，比我这个做妈妈更加有心，更加大心呢。建国，你会当娶到亚芬，这个温柔体贴，啊，佫贤惠好太太，真正是你顶世人哦，修来福气啦。阿丽哦，有亚芬的照顾你，啊，以后哦，我都免遐操烦啦。太太这么好 有爱心，啊，你就赶紧喝了，啊，整个都喝了，会不会更好睡？好喝吗？好。妈，我肚子有呢。哦，我来煮，我来煮。哎，妈，今天你来外面吃好吗？啊，这阵啊，建国都没睡好，啊，没睡好，上无爱吃好啊。吃好料的，报姐。应该报人是你啦，你怎么咧无用阿兵啊？还佮你妈的代志哦，我就看你身体袂堪一个。还好，好啊，好啊，恁两个人拢爱报。啊，佮再讲哦，咱嘛一句拢无去外口吃餐厅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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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奶奶，我提包包。嗯。真哦，咱有当时安尼出来食饭嘛袂歹呢，因为安尼哦，我就会当试看，有啥物新的菜式。其实哦，讲坦白啊，妈，你煮的菜哦，比外口的餐厅搁较好食。只是有当时哦，出来食饭就袂遐尼辛苦啊。要唔过煮食是我兴趣啊，我一点仔都袂辛苦。你是些笨蛋呢！你之前哦，敢害死过啊！杀人凶手啊！杀人凶手就应该让人关起来啊！跟我是啥？我不是西医啊！看啥啦？我来讲你啦！变态！变态！讲阿爹死鸡！干嘛？你是讲啥？真是变态啊！够不能够，干嘛是你呢？笑。建国，你是安怎啦？是啊，建国，啊，拄则迄两个你有熟悉性？哼，你看啦，起码大家拢知你做这个见笑呆哦，你把面子要看看到？蔡建国，我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。我拜托你。我拜托你，莫阁讲啊！莫阁讲啊！拜托你，莫阁讲啊！建国，你有安怎无？啊？怎啊知你会变到呢？当初我就不应该甲你死落啊！你甲我听清楚，我是小兵，不是亚芬。我已经全部拢想起来啊！是 BP 的小林，甲我人生害我！唔对，唔对，你是亚芬，你就是亚芬。亚芬，蔡建国开始出现幻觉啊！建国，我是亚芬，无唔对啊！你想怎安尼讲？我替你付出代价，你今嘛就要去警察局！我不准你走！你是我的，你别还给我！建国，你今嘛是在讲啥啊？是你啦，你搬走啊！你搬走，我干嘛嘞？你搬走了啊！你在冲啥？建国，搬走！你搬走啊！你跟把亚芬搬走，你搬走啊！你跟亚芬搬开啦！蔡建国，我无你这个好心，我要离开你，我要上去，他不能做伙。我不准你走！
你说你帮他干，我不敢关起来，只剩那么多女给我。自生的大汉，我做的蛮烦恼过，他给我欠钱呢，我这做医生的囡，你可给我们得着？建国，你已经破病啊，妈妈带你给医生看好不好？我无毛病。亚凡，我不准你给我，你这么胡乱一当，你之前都是我爱。建国，建国，我不能让你老公。蔡建国今嘛已经失去控制啊，干那落去。我会危险。你个野蛮放开建国！马上开！建国，你问我不？是为什么？我才想要问你嘞，你到底是安怎？先说奶奶雄雄俩公我疼到刚刚听着有人在骂我，以前那个亚芬嘛同款啊，讲这番听话。我跟亚芬根本都无骂你啊，啊，搁再讲，人多少那两个人，嘛无人在跟你讲话，是你跟你雄的屁屁哦，怪伊在讲骂。我嘛唔知啊，我是关心什么代志？也够有啦。你又嘛不知道要跟亚芬掠去倒位，还要你猜什么跋倒？亚芬，你到底是安怎啊，建国？歹势，我真正不是超工的。我知道你是超工的，不过我真正让你惊着啊！那你落去真正不是办法。你听妈妈的话，咱用医生看好不好？你拄只安尼哦，妈妈真正让你惊着。来看医生好不好？哼，总算愿意去看医生啊，真好。因为病医才是属于你的所在。医生，我后生哦，最近拢睏无好，阿嘛常做梦，阿那精神哦，拢唔知到底是现实还是咧做梦。啊，最近哦，还佫出现迄个幻听幻觉啦，迄明明哦，人都无咧甲伊讲话，啊，伊就一直感觉对方在骂伊啦。蔡先生，你之前敢捌有过种情形？无。心虚，唔敢讲老实话。我只是睏袂好势尔，你着开帮助睡眠药化解就好啊。为什么你最近睏无好？敢有发生什么特别代志无？都可能是因阮太太处理发生一挂代志啊，我真替伊烦恼啊。替我烦恼？你是咧烦恼？你做的歹代志会被发现。医生，阮先生到底是安怎？敢是因为睏无好的关系，才会出现幻听甲幻觉啊？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幻听幻觉？还阁需要时间观察。我是建议啊，若是咱在病院待几天啊？我来好好啊，完成个治疗。等你啊，拜托个，你是要看还是不要看？我现在就住啊，大医院。建国啊，你哪这么无礼貌哈？我有幻听加幻觉，那是因为我精神状况不好。精神状况不好，那是因为我睡袂好势，所以只要开帮助睡眠药或者就好啊。我就是需要什么住院观察治疗啊。已经出现幻听幻觉情形。是脑内神经传导物质失调，到底是躁郁、忧郁、其他精神疾病，还是大概来凶所造成的？这个需要进一步的观察。
阿弟也无可能答应啊，你开药就好。建国，你卖让你顾着好不好？你趁这届好好检查一下，对你嘛较好啊。我讲唔免就是唔免，我家己嘛是医生，我的情况该真清楚啦。对，你是医生，啊，不过你也不是精神科的啊。你乖啦，听医生的话，好好接受治疗，断医啦吼。是啦，之前哦，你若听妈妈的话，较早嘞，给医生看，嘛袂变到这么这么严重。袂用的搁拖啦，医生若安怎讲，你就安怎做啦。伊若无是害着你家己啦。是啊，建国，其实你心内真清楚，你今仔日变作安尼，敢感觉是因为你睏无好？你免惊，不管安怎，我拢会陪在你的身躯边啊。我那是大爷，你家己做，我会烦恼啦。我感觉不是囡仔，有啥物通好烦恼的啦？是啊，啊你搁即马搁伫烦恼亚芬甲我，全都是阮两个伫烦恼你啦。就是讲啊。赶紧哦，把你失眠问题找出来，好好吃药啊，好好接受治疗。我相信真紧，你就当恢复到较早同款啦，吼。好啦。之前你搁讲我多重人格，记忆错乱。今嘛，我得让你知影，无病的人。我当作是白人，是甚物款的感觉？你坐休困，你面就忝的。哎呦，啊，暗顿我无闲到，袂记得吃，你想要吃啥？我来煮啦，哈。我吃袂到啦，你准备你家己要吃的。爱食一寡，别人拢无食啦。啊，你等我一下。我想要吃不要紧，啊，不过这哦一定爱啉，会当补元气，好啉佮好吸收。妈，把这杯啉喝完，我就袂烦恼啊。多谢你，你今日嘛爱泡来啉吗？小蛋，我泡一杯来啉。妈，啊，即马建国已经断医治疗啊。一定早早好起来，就别烦恼啊！我安怎想都想不到，建国竟然这么严重，拢是我无注意，无及早发现讲，原来建国有病，才会害伊哦，变到安尼。我嘛不知道我这个做妈妈是在创啥，想到一点仔拢无在关心伊。真来当怪你啦！讲起来，我无之前啊，拢是我无好。最近伊暗时拢常常看袂好的时阵，伊的行为就足奇怪啊！啊，原本了阵讲，只予伊加休困，啉一挂安神茶，
一定会无代志。想知影？早若知影安尼哦，我强求嘛，甲捡去病院，因为这毋是见过一个人的代志，这嘛影响到你。亚芬，见过差些嘛，就伤害到你。真正唔知你以前是忍受偌济苦，我代替建国给你回信嘞。妈，你莫安尼讲啊，我真正袂要紧啊。上无即马建国愿意接受家己是有问题，紧接受治疗，安尼就好啊。我若接受到这個，我就足唔甘的。一个好好的囡仔，哪会变甲安尼？伊是安怎都爱给家己这么大的压力，都爱母狗去住院，安尼才会用的。小莫今麦有医生，当替政府治疗啊，伊会愈来愈好诶。妈，就先卖想安尼者，把这啉喝完，我才当放心嘛，吼。多谢你。我真无简单哦，才要教阮太太出国去度假啊！会啦会啦，绝对好耍啦！多谢啦，多谢你的体谅啦！嘿嘿嘿嘿，好，好，好，就先安尼啦，好，再过联络嘿。哎，小姐，美雪，啊，你走来才创啥啦？哪去用看到？哎，我国去用骂到臭头呢！啊！你到底走来遮创啥啦？我无要创啥，我只是有重要代志要甲你讲。姐夫，你先坐落，听我讲。啊，咱两个之间搁有啥物重要代志啦？我即摆巴肚内底一定有你的囡仔，这敢不重要？你讲啥？你讲你有心啊？慢点。这边老可怜啊！我跟你做伙的时阵，迄保险、安全，我拢有做好啊。我即摆一定有你的囡仔，安怎？你唔相信？刚刚我在骗你啊？美雪啊，你是搞这避嫌吧？你若想要甲阿遐囝吼，你的目的已经达到啊！拜托，拜托，别甲讲成无好。高本钱，我搁甲安怎哦，嘛袂摕一条性命甲你滚生笑。哎呀，煞煞去啊！早就知影你袂相信。嗯，你甲伊看。这是我去病院检查，拜托医生替我开的证明。安尼相信嘛吼？你若是更唔相信，感觉是我甲医生联合起来骗你。那安尼，你应该去找一间妇产科，我阁带你去做个检查一下。那安尼，这。不管做几届去倒位检验，结果出来我拢会是有心的，因为我一定把迄个孕妇的检验样本留落来。赵华才拄啊答应要跟我出国去度假，闽秀雄雄走来讲伊有心啊，嘿，提公伯啊，你是在跟我讲耍笑是毋？赵华真无简单。才开始想要原谅我，伊若知影面是有心，哦，一定会气死。看你这表情，你是无欢喜有这囡仔是无？不是啦，我是。不是的话，本姐，
我家豪跟你结婚遐尼侪年，一直拢无替你生囡仔。我跟你做伙也袂一年，就一定有囡仔。咱若是继续做伙，我相信真紧就第二个、第三个，看你要生几个，我拢会替你生。你讲好不？美秀，我感觉即摆大家就乱嘞，我真正唔知在这个代志到底应该安怎才好。你好像小点子想一下好唔？我给你时间，哪里想给我时间？囡仔在我腹肚内底，伊会一天一天大。美秀，我不管，我即摆就爱你啊！搞到一个个，跟因大家讲这件代志。我嘛爱你，甲因大家讲，你会对阮母阿囝负责。袂呢啦！为啥袂用啊？感觉你无想要爱这个囡仔，你无想要对阮母阿囝负责。你嘛知影阮厝内人啊，因大家拢挺狡猾，你若转去敢讲这件代志，因也是袂接受的啦。这个囡仔是恁国家亲骨肉，恁哪有可能袂接受啊？郭文杰。要是你无想要负责这个，当然不是啊，美秀啊，你嘛知影我足想要有家己的囡仔的。你少冷静一下吼。我是要安冷静啊。文静，嗯，这囡仔是咱两个，是恁国家的骨肉，我相信应该欢喜接受得着啊。美秀，你讲的无唔对啦。啊！不过我是感觉讲哦，你雄雄走转去哦，甲因讲这件代志哦，因可能无得接受啦。你给我再过一点仔时间，我哦认真想一下这件代志到底应该安怎处理才好。好啊，我给你时间好好想一下。啊，不过吼，你别让我担心过，那么我今我也无耐心。我得直接提检验报告去恁国家。好，你放心啦，我会赶紧哦想一个办法出来，袂让你等伤久的啦，哈。我倒唔相信国家的人，因以后袂对我婆婆太太。陈明秀，你的好日子来啊，真正是天公疼好人。我够自由啊！赞啊！爸，哎，真美，我够自由啊！自由空气真好。嗯，有有有。李先生，恭喜诶！洗身完困，不得就出去啊！真美啊！爸爸无代志啊，我阁自由啊，好。哎呦，你真正我就烦恼的呢。以后爱较细腻的，唔通搁了代志啊，哈。我知啦，不过这摆吼，唔是我惹代志啊，我是去学迄过敏子啊陷害，我是无辜的呢。啊，所以啊，你得较提防的，哈，要守大意。你好，李先生，迄过敏子啊，一定阁想办法对付你啊，你家己较细腻的。我受到伤害啊！哎，郭文良啊，你免想讲要趁这个机会教死我，你慢慢纠缠我哦。我跟你讲，我永远哦，袂阁入味啊，哦，袂阁有这种代志发生啊，知影无？爸，我拢是关心你，你哪有袂讲啊？我哪有袂讲话啊？哎，真的。爸爸是天公的囝，我是受到天公伯的保庇呢，啊！我永远袂有代志的啊，袂阁入味啊，哦，对袂？祝你放心，啊！嘿嘿嘿，哟哟哟哟，当然啊，你这届哦，会当讲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哦。啊，顶届哦，你让放出来无到二十四小时，就各人扣入去啊。相信这届哦，你一定会当冻较久的，哈！呸！什么叫冻较久的？恁两个普龙讲的哦，上届无路用啦。这摆哦，若不是恁两个乌白介绍迄个什么隐隐给我，哪有这种代志发生啊？我永远袂阁入面啊！你莫乌白讲话哦。若要入面哦，恁两个家己入面哦。看恁两个入面进修了后出来，
敢会头壳会学较精光个袂？哼，无啦，等下你来讲安尼，阿勇啊，安怎我是唔知。啊，不过啊，我何秋个啊，这世人啊是绝对无可能入去个啦，甲你哦是无共款命哦。你搞掂伊，搁咧硬吹硬挤，啊？你个命敢有比我较好？啊？讲到恁这两个普通工啊，上届无路用啦。咱酒店和贵宾钱啊，派人来陷害我，恁竟然拢无发现，害我受到这么大的枉屈，回去一定要好好处罚你。这届哦，若无我甲恁教示一下，恁两个安尼学袂巧啦。吼，我也想出战线，好吧？何秋甲阿勇哦，真正是足良工的，一定要靠因的薪水，袂当互因放假。那么恁两尊讲哦，因这是老大诶。有，安尼对，这个建议好。无咯，当的啊，袂当靠阮的薪水啦。我甲勇啊，已经遮尔啊细腻啊，啊，不过酒店小姐啊，遐尔啊坐着，咱会知影倒一个是贵宾的派来的。啊，而且你嘛无法度去调查，啊，你怀疑因哦，你甲问因嘛袂甲你讲实话啊。啊，所以讲嘛，恁两个就是两公，这种代志用问的敢问得出来？哈，贪慢，才害阮爸出代志。嗯，大小姐啊。啊！代志发生，我甲勇啊，就随赶紧去甲党的救星高文勇甲请出来啊，啊，予伊盲探办案，替党的洗清冤屈，啊，嘛算讲是将功赎罪，所以党的啊，你绝对袂用出外运啊。好啊啦，那个老师啊，若是这哦，等伊再搁讲，刷来再看恁的表演。好，党的，我一定会记出高分，绝对会好好表演，袂予你失望的，吼。啊，对啊，好吧，我已经安排好啊。等下咱大家就做伙食饭，啊，替你庆祝一下。阿妈顺便哦，替你甲文扬安尼接风。啊，对啦，阿勇啊，已经甲高文扬载去餐厅啊，即马应该咧等人啊哦。好啦，这应该啦，咱紧来去。对，啊，你等下哦，看到文扬，一定要甲伊细道谢。啊，若毋是因为伊到三江，你嘛无可能会顺利出来，对不？所以哦，伊对你的温情是足大足大哦。我知影啦，我一定好好答谢伊的啦。我跨水三龙是有仇报仇，有恩报恩的。哦，应该还有高温娘的，我绝对袂亏待你，等你看。好，安尼我就放心啦。何姐，啊，您这摆安排上好是卖搞出代志哦。啊，那无，我绝对袂让你好食困的。到时阵你就莫怪我无情。当然啊，做你放心啦，这边的安排哦，绝对妥当的啦。啊，我用勇的人头做保证哦。哎呦，赶巧，竟然用阿勇的人头保证，不是用你的人头哦。无咯，大小姐，你来讲安尼啦，这是阿勇的真心呢。所以讲起来，不是你的真心，是阿勇的真心哦。啊？好，差不多了啦，那赶紧来餐厅。李先生，请。啊，啊，喂，啊，代志办了安怎？下面不起诉处分。啊！那安尼看出唔着，啥物代志拢无啊！啊！你是安怎办代志啊？那变到安尼啦！好啦，我知啦。啊，气死！等下，看出的，即摆检察官要起诉啊！是啊，啊，讲啥物看出哦，提出新的证据啦，证明伊无犯案啦。啊，即摆阿哥快倒转来哦，要告莹莹啊，诬告啦！哎呀，安尼啦，安尼这件代志。明明就计划到真周全啊！看出都已经去用起诉啊，都等咧伊去用抓去关尔，安尼煞去用选伊啦。我嘛想过啊，俺小王哦，明明就是天公要啊派来要啊帮助我对付看出的桂林呢，桂林的身躯边哪发生这款代志啦？这敢会是哦，都有出啥物差错？差错？差错出去的小王啦，当然，虽然讲小王是我的表弟，要唔讲为着你好哦，我是爱跟你讲，小王这个人上过无经验嘛，伊根本就无适合做你的贵人，你真正唔通上过相信伊的能力，
好了，我来看状况啊。当然，啊，今麦看嘴都去回想过去呀，咱坐落来边个做啊？先等你办公室再讲。哎，这出门去打着黄金啦！刚讲我要发啦！哎呦喂，搁这么吵，这若叫我当个皮条抓屎啊！就算是黄金，我嘛一定来拔掉。不是雄雄走出来，啊！我都，哎呀，拢爱怪表姐啦！哦，啊不是啊不是啊，车阁开这么雄，那是我福大命大嘞，啊不，我这条命哦，叫你收伊啊啦！哎，你拄只家己雄雄讲讲咧冲出来呢，那怪我啊！啊，你讲啥？你讲今麦天暗嘛，啊嫂嫂，你是规身开成个乌马嘛？开车人看到你，唔则奇怪。喂，小王。啊！你那边咧是放着啥？啊！你臭咖咧啦！啊！我头拄仔打着高赛啊！哦呀，无怪这样吵！啊，是讲你打着高赛，那扑克我也袂去啦！莫讲高赛，讲黄金！哎呀，等下，我就是不注意，都讲伊，哎呀，黄金！对哦，黄金啦哦！啊，你即摆哦，等下咧，脸上贴金啦哦！我不能够两只公啊！你全身上下充满正能量，是我的贵人。啊，结果你嘛穿唔着衫，讲唔着话。你看咧，你看咧，脸上贴金呐！啊，兄弟阿是连连咧新计划都失败啦！新计划失败啊！啊，你看嘴诶！你不起诉处分呐！啊，什么代志都无啦！是嘛？我反过来讲，我要告迄隐形诬告啦！那安尼啦，我新计划明明安排得真好啊！我甲贝拉嘛认为无问题啊，啊，想知影是即款让人上失望的结果啦。我想来想去哦，我感觉哦，这问题哦，一定是出在你的身上。我，无啦，莫怪啦，这哪会当怪我啦？事情我失败啊，你放心，我還有 D E F G 计划。哦，卡叔讲你感觉无够，我還有甲乙丙丁戊己。来，凊彩啦。总共一句哦，那是要害破嘴的哦，我阿无数，也搁介济嘞。好啦，唔管你啥物 A B C D 到家己拢无要紧，你即摆先替我去做一件代志。当然，你放心，啥物一件代志尔，一百件、一千件，我嘛甲你做到到。只要你开嘴哦，我上刀山下油锅，我哦满死哦。好，别讲歹听话哦。歹势，迄个我拢做到到啦。阿是讲，当下俾我做啥物代志啊？你是我的贵人，是我的光明顶嘛，对吧？等下你讲是就是啊。啊，既然是光明顶，啊，那会当穿到安尼乌嘛？所以，等下意思是要我换一身衫吗？
跟咱往上跑。我决定啊，为着我光明的未来，我要带你去重新摔倒一下。摔倒。哎，造型大师啊！哎，阿爷造型，告我叫我交代去做啊。我已经照你的吩咐去做啊，王先生，你让出来哦。大师，阿姨安尼配色敢会顺？赞赞赞赞赞！就是这款荧光色系啦，我有查过啦。今年哦，对我运势上好的就是这款荧光色系。安尼真好啊，看起哦色彩真鲜艳丰富吼。啊，看起哦造型也尴尬呢，带来很多的喜气，嘛一点当好让蛋带来好运。无啦，恁敢会尴尬呢？有小看心爽啊，不够时尚嘛？你是无听到杜家讲的是，今年对我运势上好就是这款荧光色系。你若是分开穿，哦，我敢会当红一个尔。啊，男男做伙，效果如何？就会当红红红啦。别啦，你讲对无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我跟你讲哦，少年人就是爱穿好较艳的，啊，打扮好安尼光鲜亮丽，看起来啊，唔只有精神。造型大师，我感觉吼，你会当帮伊阁加准备一挂迄种水当当、金闪闪迄种 bling bling 的衬衫，互伊替换啦。了解，安尼唔好啦，等下破费啦，我歹势啦。哦，那你就无了解啊。咱等下这么慷慨，伊才袂甲你计较嘞。而且哦，你若无甲家己装好安尼，金闪闪、水当当，是要哪做咱等下光明点，照亮浅董的未来呢？是啊。别拉讲了，无唔对啦，小王啊，你免搞客气啊。对即摆开始哦，你的造型费我总包啊，你只要会记嘞。大刚就是爱增加安尼哦，金光闪闪，水气千条，不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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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安尼才有资格做我的贵人，做我的光明顶啊。哎，王力宏，等下对你这么好，这么照顾你，两边啊，等下说多谢。啊，等下等下，多谢你啊，我以后一定完全照你意思。哦，安尼就对啊啦！我跟你讲，你安尼好好发挥你的才能，将我前途啊，就安尼滚滚滚。等到有一天我大赚钱，我绝对会看上你家的阿娘的。阿恁三个做回来，旺旺旺，阿你好无？啊！哎，干杯！干杯！哎！哎！这摆啊！真正拢爱感谢咱盲探大师高文勇的倒三工啦，啊，这也无声，要哪会无声？即个发生代志哦，若毋是我随去找你哦，替我分析案情，你阁替我哦提供意见，即件代志哪有可能遐尼紧就解决啦？哦，若是阁予伊个两公律师处理落去哦，我真有可能哦，阁去找红龙遐老同学咧。啊，看谁多？你若无做，就算我无甲你斗相共，法律卖行你的清白，这件代志马上是过去啊！祝你以后会当愈来愈好咧。有有有有，无唔对，就像你所讲的啦，我一定会愈来愈好。也唔过我这个好吼，可能就要靠你啊咧，啊？靠伊，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唉，煞唔知靠过敏咧，一直咧找我的麻烦啦。虽然这摆吼，我安尼安全过关啊啦，也唔过，伊无甲我母甲倒哦，一定唔甘愿的啦。所以为着要保护我家己，嘛为着要对付伊，我的身躯边啊，得有一个参照高文勇这么厉害的军师啊。哎，高文勇啊，我想要请你做我的总顾问，唔知你想啥款？总顾问？这个会爱做啥？其实讲起嘛真简单啦，那是我的代志吼，你着拢爱顾，拢爱问，吼，而且搁爱离着四小时随传随到，吼，也毋过薪水在你开，而且吼搁有专案奖金，你看安怎？薪水毋是问题啦，我即摆欠的是大个所在。啊，那这吼真简单啦，诶，我用提供大个所在你。当然啊，你哪有所在可以住啊？啊，是要可以住多？
咱度假村内面房间遐尼多着，凊彩一间高级套房，大概拢嘛真舒适啊。而且哦，搁24小时有人服务，哦，所以你的食穿住的问题吼，一概拢能解决，啊，嘿嘿嘿，好，就安尼决定，多谢看水大，免客气啦，嘿嘿，阿舅啊，啊，阿勇啊，英阿妈，恁得载高文扬去度假村住落来，啊，好，哎，高文扬，恳求你做我的军师，做我的总顾问，咱赶紧来，啊，多谢。妹啊，啊这两天阿姆敢讲无甲你联络啊？啊是安怎？你买伫遮，等于做厝大就好啊。我即摆安尼，哪有迄个面等于做厝大嘞？而且我咧想，伊应该阁唔肯原谅我，我若回去，一定引起风波，害阮爸妈家冤家呢。既然跨岁大无去向我，要我留落来，我留伫遮，够我会当发挥所在，我就暂时留落来好啊。我是感觉你想太多啊！你想看卖，多一个爸母会怨阮家己囝儿是谁？我看你还是心。哎，高文良啊，你是好啊，袂啦。高文良这无等于嘛是好啦。你想看卖嘞哦，因老爸都几岁啊？啊，因母啊中风过，身体拄恢复尔呢。伊即摆若转去哦，敢是因两个是大人爱照顾伊。啊，伊即摆若唔转去，安尼则是友好的表现啊，知影无啊？哎，那是什么友好的表现啊？我看你是想要甲文扬留伫个身躯边，才安尼讲的。嗯，原来呢，嗯，我真正是替高文扬咧设想呢。哎，跨水大，其实跨水大讲了无唔对，我来当留伫跨水大身躯边做伊的军师，对我嘛是好，而且佫会当利用我家己的专长赚钱，绝对是一件好代志。真美，文扬。你都没替我操烦啊！我是惊阿爸阿母烦恼你，你都无回去啊！所以我想要拜托你，你若有回去，替我甲阿妈，还佮阮爸妈讲一声，讲我甲生活安搭好势，一定等于欢迎。威啊！好啊！高文扬都安尼讲啊，你就莫佮啰嗦啊啦！啊！高文扬，恳求你做我的军师，做我的总顾问，咱佮干一杯来！谢谢老板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加载加载哦！当然，这就是你的包厢，请。哎，当然当然，阿伯恁想别哩啊？我想要来去便所。哦，你出头够济嘞，进去啦。我知啦。来来来，温良。加菜加菜，哦，这油吧袂歹，嘿嘿，哦，当然啊，啊你大细心哦，啊高文扬才一来尔，你著对伊这么好着，讲硬菜好伊。安怎？无你是咧晚餐我无硬菜互你食？嗯，啊，来来，切开开。哦，哎，啊，来，我硬你食。不不不，开开。不要肥嘴啊。嗯。哎，我看出个吼。上届装扮头壳比我较巧的啦，啊，嘿，我伫社会走跳遐尼侪年啊，今仔会遮尼成功吼，就是因为我会晓用啦，啊，你无看较早皇帝啊，人拢讲皇上英明，有无？迄毋是讲皇上吼伊外巧，迄是因为伊会晓用人，伊是用着人用着巧的人，哎，嗯。所以老兵吼，知影伊家己能力无够，伊就三顾茅庐请孔明做伊的军师。孔明同意辅助老兵，老兵以后唔只会用成大功立大业，知影无？所以我唔呐吼，要替高文扬硬菜，伊若是要叫我做伊的司机，我嘛肯啊。唔对，哎爸，你讲哦，你用的人哦，拢翘翘啊。啊呢，这两个呢？巧啊！哦，我用这两个普龙公的时阵哦，是因为雾霾啊。啊？啊，阴影跟雾霾有什么关系？啊，因为雾霾都看不清楚啊。我敬你，我敬你。对对对。嗯，抱歉，上菜哦。啊，雾霾。司令。嗯，来，好，小王，赶走！
小王，哇，这是什么代志啊？行，进来看卖。代志看卖。老大，行，来。来走，来走。大小姐啊，啊你敢有识识啊？嘛是因为雾霾关系。雾霾？靠你！哼，你要出国之前，敢不是跟我呛声讲你是天光阿囝，我找袂到你啊？结果咧，才几工啊，尔你就我拄着哦。看起来吼，连天光伯啊，拢无要甲你保庇哦。好啊，啊，既然都连拄着，看要台要挂，凊彩你啦。嘿哦，有气面哦，话你讲的哦。嗯，哎呀，阿姐，干嘛？看这大，讲生气的啦，讲生气的啦。看在咱同学的份上哦，莫搞别个啦，拜托拜托，好，拜谢拜谢。王瑞豪，原本我嘛真反对用暴力解决问题，遐不过是看到你，让我想到，顶家你对阮爸咧见死不救，害伊差一点仔无命。亲像你这种人，用怕的，拄好碰啦。我比你比较后悔啦！原本啊，我要为你身躯花一寡钱，结果我钱都还袂花着嘞。等到叫你大衰，不然得去拄着恁爸，搞等下咧惊死死。我真正吼，我真正是，哎，够衰啊！你是咧讲什么笑话你啊？啊！进前你欺骗阮做媒感情这条线，我袂甲你算清的哦。你即摆佫讲阮做媒甲你大衰，哎！我看你是伫监狱内底，我电了无够，哦，叫你讨赔听。你真正唔来死吗？哦，看这个。我讲唔对话啦，我讲唔对话啦，是嘞啊，是嘞啊。哦，原来这个情啊，花白的鸟，五花十色树啦，就是专门骗查某婴仔感情的迄个小王啊。唉，啊，唔知啊，敢是高文良，我已经看过惯势啊。啊，伊甲这块小王比起来吼，实在是好看太济。啊！而且伊阁对大小姐遐尔啊温柔体贴着，啊，无亲像这个小王，竟然敢害阮大小姐人财两失哎！像人财两失啊，我无骗你讲。哟，啊好啦，啊大小姐，讲起来吼，你会敢讲有进步啦？啊，至少高文良对你袂歹啊，啊，无亲像这个小王欺骗你的感情就煞煞去啊，啊，阁遐尔啊唔知影见笑，哎。伤害大家的目睭呢，大家甲看卖啊啦，穿甲安尼花落落，袂输你当作你圣诞树哦，敢袂看口的？阮两个比起来吼，真正是好太侪啊！恁两个是讲煞袂啊？我是叫恁驾驶这个爱情骗子，不是叫恁来做评审的啦。就是讲的，到恁两个不拢讲的是捌啥？我型男小王骗女生啊，是有三不骗啊，丑的不骗。没钱的不骗，太黏的我也不骗。啊，你这个鱼干女哦，叫我敬着，是好运啦。啊，你这个陈校长哦，想袂到哦，你竟然跟伊做伙，真正是鱼干女配陈校长，都都好啊！啊，都都好啊！你嘴真正有够笑嘞，你啊！我若无拍你啊，天都不绝！你竟然敢一直讲阮查某囝是鱼干女啊！你真正找死你啊！哎呀，我拍！啊！你上个想要再甲我欺负我啦？但我这摆靠山哦是有够在啊！况且恁是惹袂起啦哈！你这摆有靠山？嗯，嘿，安尼好啊！我再看下你的靠山有偌硬，靠山有偌硬。我的妈！我的妈！我的妈！别怕，别怕！好啦，叫你的靠山出来啊！啊！你敢没有靠山？叫伊出来，哦，我看伊到外用。嗯。你靠山，你靠山，你把你靠山叫出来啊！啊，那无，我那一里拍，
叫啥？是当的贝拉表姐。当的啊，伊咧讲的敢那是你迄个老朋友兼死对头啊，过敏的啦。哦，啥物代志啦？我甲你大细声。没有，过敏的。我看出来啊，真正是你啊。原来伊讲的客串就是你哦。啊，笑死人！莫怪人咧讲哦，凉高凉，风高风，温故的高冻风啦。恁真正是落背为干的恁啊！啊，即摆甲想起来，会想到比人家仙人跳墙傲步的，一定是小王。所以即个跨最大的代志，都是恁三个人联合起来要做伙陷害伊。你是咧乌白讲啥啊？小王救我的性命呢？哈，你是我命中注定的贵人呢，我当然爱做伊的靠山。啊！人你讲什么什么美人计啦，什么有诶无，迄我拢知啦。你唔知影，过敏诶，你卖阁假啊！是这种下流手段，除了恁三个联手以外，无人亲像恁这尔卑鄙。啊！你无爱承认无要紧，我问这个小王就知影。好哩啊！你讲，是毋是叫你用美人计来陷害我？无啦，靠出来，我无，靠出去啊！你是听无我讲话啦？你是我桂林啊，跟我桂林绑鬼，阿拉伯，阿拉伯你是了啦，你管中风啊？哈哈，哎，桂林呢？我看哦，你真正是愈活愈倒退啊呢，啊，即摆竟然沦落到甲这个爱情骗子在臭孙啊做伙，佮家当作是你的桂林，啊，敢讲你嘛参像遐戆查某同款呢？和这个小王安尼三两句花言巧语的，安尼又要收起啊？啊！哇，原来激动诶！你是恁这边哦？好笑诶，你还去碎念呢？你咧，我这么粗用着伊袂介意的啦。啊，颠倒你哦，小家碧玉，你小白脸呢？你唔知较注意？你讲你阿伯讲，我跟你讲个死哦！大人，卖生气，卖生气，别讲话哦！哈哈哈！啊，应该何处搁拢无唔对啦？小王情感呢？哦，男不男女不女。你是扮啥呀？你是我的贵人呢？啊！你是当从我前头做个光光光的光明顶呢？既然是光明顶，我当然是要甲装下咧金光闪闪、水气千条啊！我唔知当讲何处个假烫海啊！穿安尼叫光明顶，我也是头一次看到这种真人版的光明顶呢。哎，唔对，人迄个光明顶啊，拢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，啊，亲像伊这种用欺骗查某人来养肥自己的爱情骗子，啊，规身骨拢嘛查某人的怨念，啊，向来去会照着吼，向来一定会衰甲痛苦，啊，一定会糟蹋无路，此路不通哦。你搞点伊啦，啊，好，搞怕这衰呢，你啥物卡笑啊？才够你讲话伊的呀！你啥物假细汉的啦？啊，我知啦，你一定是足怀念你怎去用我的时阵对无？吼，才一直找我的麻烦。我最后再跟你讲一解哦，你是我的贵人哦，今个我的贵人吧。啊，无将谁报警，叫警察把你抓去关。哼，是这种卡小做我的奴才，我两个嫌晦气的。你个当作是贵人呐、啊，笑死人来！我把你的桂林害你！桂林，桂林，你玩做嘛？啊！刚才有挡的哦，啊！我这条命恐惊。好，别急，别急，我来保你，啊！别惊，别惊，啊！桂林的啊，你即摆把这个臭孙啊当作是你的桂林，安尼我就放心啊！哦，因为我即摆身躯边有高林弟的，哦，所以你以后伫我目睭内啊，啊，敢若是一个臭孙啊，哦，嘿嘿嘿，高林。你讲高林啥？在倒位啊？讲我哩嘛，就是盲探大师郭文勇啊。郭文勇，我抓出你的高林偌厉害，结果是这个奇美哦。你是咧笑啥？那是你家己目睭搞着人嘛，唔通看你啊无点。哦，你这个设计这个美人计来陷害我的，就是我这个高林高文勇替我洗清冤枉，知影无啊？高文勇啊，我刚才知影你是一个负心汉，想袂到你阁有两步钱啊！钱啊，唔通安尼讲，是你唔甘骗啊？嘿，高文勇啊！以后哦，
做你提什么奥博出来拢无要紧，因为我即摆有高人伫我身躯边，我无咧惊你。咱这个先拼先，看谁人拼过谁啊？好啊，试看卖啊！哈哈哈！你较注意，唔能够吊风啊！是你先吊风啊！我跟你做伙要一年，都一定有囡仔。咱若是继续做伙，我相信真紧就第二个、第三个，看你要生几个，我两个替你生，你讲好不？啊！天公伯，你是在甲我讲算账是？我要求你赐我一个囡仔，啊，不过。跟我下院的是小华，不是敏秀。小华才应该是囡仔的妈妈。是安怎？我已经知影做唔着代志，嘛真心悔改。怪安尼听话我，早知影半年的快乐，爱用一世人的痛苦来弥补。我绝对袂戆，甲去犯迄种全天下大部分人都会犯的错误。人是有心啊，我是要安怎？我应该安怎？打算直接灭一世人，我回去厝内底面对问题，解决问题。我巴肚内底有你的囡仔，敢真正害你这么痛苦，这么为难？我知道你巴肚内有我的囡仔，我嘛一直在想办法，看要怎解决。你敢袂歹，一直跟我提起这件代志。其实我是在烦恼你，我知道这件代志对你来讲一歹开脱。但不过囡仔是无够的，咱做美容工无替伊设想啊。你哪会知我伫遮？你找我什么代志啊？就亲像你之前讲过，这个世界上我上了解你，所以要知影你伫倒位，对我来讲并无困难。你即卖意思是讲，我永远都走袂去？永远就要受你的控制，这不是控制，这是关心。囡仔不是你一个人的代志，我无想要让你一个人在烦恼。我只是讲赶紧找到你，跟你做伙参详，替你分担。啊，你敢有打算要安怎跟阿爸阿母过阮这开嘴？我袂收着啦。那么我陪你回去啊。看到囡仔份上，上加是分骂几句啊。我相信应该袂像前顶间呢，提家法来教死人。这个哦是哥家己帮的大孙呢，我相信阿爸阿母应该唔甘的做了先超过啊。你干袂个代志，想了太单纯了。代志真简单啊！我有囡仔是事实，你是囡仔的爸爸，我相信，用心我来，就算讲我安尼讨厌我，我总袂当讲无承认我巴肚内底一个囡仔。问题是，你不是我的太太，我的哥哥，搁一个拜过公妈的心。是哥哥的心腹较大，还是哥哥的情骨就较大？你不是讲，你要来找我做伙参详、做伙分担的？你即马阁走来找我冤家的是？你拢无拍算让囡仔结冥婚啊？我是要跟你参详啥？自我有心开始，你就一直把我当作是麻烦。我让你为难，让你无法度面对阿爸阿母的结婚证。
查某人有心，阿婿在照顾，我大家我还在疼惜。我一个人什么拢无，我爱陪你一只在吹冷风，看你的面色。我呢做，今夜阁无够，咁我爱求你，拜托你，求你给咱的囡仔有机会做更加子孙。我只激动我唔啦，我答应你的代志已经做到够啦，啊，不过我需要时间啦，我知你真着急啦。我也希望会当给囡仔一个上好的未来，予大家拢会当接受伊，莫甲我白啦。我毋是逐个人处理这种代志的，所以我毋才讲吼，我甲你做伙回去，甲代志讲啊清楚啊。袂得啦，你若甲我回去哦，代志会愈误愈乱啦，也是我一个人回去处理就好啊。好，那你我的时间，你要考虑偌久？一天、三天，也是一礼拜。郭文清，你莫抓准，你应该顶届同款，害恁厝内底人借口，要把我赶走。我把你当作小三，讲袂赢人，跟你受委屈拢无要紧。也毋过我绝对无可能，让我的囡仔跟我同款，无就大家各家大了。我无讲，我无爱提这个囡仔，你一个。哪呢？到底外久？你有一个时间啊？我的巴肚一天一天在大，我即马就爱你好一个时间。我即马心内乱糟糟的，我个性你家己了解。我爱你，给我一个确定的时间。那么我一定照我家己方式，给囡仔讨一个公道。哎，想做大概拄到代志，你就去搞威胁嘛？真乃说是威胁，敢讲是我家己，给囡仔坑入要我家己巴肚来。咱唔卖真激动，我唔啦，无咧啦。哦，我来找嘉华。参详一下就好啦。会判嘉华参详，你是头壳有问题哦、喔。伊若是知影我巴肚有你的囡仔，伊哪有可能放你煞？无定着，无定着，佫会伤害我甲囡仔。嘉华毋是迄种人啦，伊连一只狗咬都毋敢打，哪有可能伤害你？还佫有巴肚内囡仔，伊真爱囡仔啦。假使讲伊哪会当接受你巴肚内即个囡仔哦，我话代志哦。就真好解决啦！阮爸妈对你哦，即马还阁真袂了解啦。你向向甲因讲哦，你腹肚有孙啊！哎，我看代志哦，会愈来愈歹收煞。国家哪讲啦，嘉华嘛是恁姊啊，伊迄边也讲会通，阮爸妈这边哦，就会当解决啦。我嘉华较有可能，才是我腹肚内底一个囡。来试看卖啊！啊，无你甲我讲，你敢有法度想到更加好的办法？阿妈咧？啊，妈，比阮爸妈更加疼嘉华啦。伊即马有悔啊，我无想要事大人操烦啦。你就啊，我知影哦，这件代志哦，我若无好好处理，你绝对袂帮我煞。你花时间处理，我甲代志吼。处理个妥当，让你安心做妈妈。嗯，你要相信我啦，我一定好好处理，给我时间嗯。我得阁信你一届，你若是无接约束。哎呦，拜托，莫阁这样教嗯啦。有心的人哦，啊注重胎教哦。你放心啦，我甲嘉华坦白了哦，会随甲你联络。我等你等你一定会。郭文静也是无花一个确定的时间。
再冷再阁无大实在个性，起个破花椒花袂他食，就算讲出来，买起个破花椒花压落底，无听到，阁会起个破花椒花细号，联合各界的人做伙对付我，袂用个，我袂阁等落去，拖伤久，巴肚若是无动静，万一欠看破脚手，恐惊我一世人。就永远拢无机会，搁行入去搁家大门啊！早晚拢爱面对的，面对焦华杰人，总比面对规家伙啊轻松。叫你暗叫我来吃，要从啥？你还会记得吃？我当然会记得啊。那个时阵，妈不准我领用冠军，严哥，我唔敢冠军，坐定定，再来吃看冠军。我会记迄天落雨，你家己一个人徛倒来在遮，我伫厝内无看到你足紧张的，我就知影你伫来遮。后来我走来遮看到你，你来看冠军，你阁会记无？我当然嘛会记。温暖在心肝，有啥人像你这呢爱我？你我牵着双手，迄个时阵，我甲冠军抱伫个手个，一直摇啊摇，等甲伊睏去。我算不敢把他放在这里离开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，我硬要把你救出来。到那医院门口的时候，我就后悔了，因为我看到你这么艰苦，我实在不忍心看到你这么伤心。那个时候，我就答应你了，不管妈怎反对，我是支持你啊，你要用冠军。这几年啊，咱为了冠军哦，实在是哦，费足侪心血，尤其是你啦，为了伊哦，吃战济苦，嘉华我伫遮哦，真正就感谢你。你为了要让阮国家一个。这个囡仔付出这么多，郭文静，你雄雄跟我来这，跟我讲这个代志，虽然讲我真感动，也不过你要跟我讲的代志，唔难呢，对吧？走啊！还是你想了解我，我有啥物话要直接讲？搁较大个伤害，我嘛躲过啊。江华，咱结婚这么多年，你实在为我吃这么多苦的，尤其是咱拄仔结婚那几年，
伊为着要替阮高家生一个囡仔，传宗接代。你到底想要讲啥？我是想要讲，天公伯啊，对咱实在太好啊，甲公公送予咱，弥补咱的遗憾。你应该阿哥会记啊，知影关关是文荣伊个囡仔时阵，阿伯甲阿母，伊唔知有偌欢喜的，因总算讲唔忘着有一个金尊，下当替伊办哦，传宗接代啊。啊，不过爸妈因这边就较失望啊，因为哦。伊嘛最希望会当有一个家己的金尊啦。这点，我对爸妈就歹势。娇啊，假使讲咱若阁有机会，当有家己的囡仔，爸妈一定最欢喜的。你嘛知影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有可能啊，家里顶头就有可能啊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跟我讲，你跟陈明秀有交？我跟明秀无任何交缠。那你是安怎？讲啊！你讲啊！伊最近哦，走来跟我讲。讲啥？讲啥？讲。讲安怎啊？你不要紧讲。讲伊有外因啊！小华，小华，小华，拜托啦，我知影我唔对啦。我嘛唔知影代志哪会变安尼，拜托，你原谅我唔啦，叫我，囡仔是无辜的啦。我知你上爱囡仔，啊，关关唔是你亲生，你都袂当甲当作亲生来疼疼。我相信，你对我的囡仔嘛会同款嘛。放开！柯文杰，你讲一句话敢是人？你安怎敢袂像超过？你跟我当作是啥？就好，你是卖生气，你听我讲啦。我今仔万一对你坦白，就是因为哦，我重视你，我知影你是一个北长真快的查某人。你卖提北长看来压我，你料准讲我北长看到会当来欺负我，是无？你哪会当安尼做？你哪会当安尼做啊？就好。好啊。柯文杰。我真无简单，说服我家己来原谅你，原谅你甲陈明秀对我所做任何一切。我要给你机会，结果发生这款代志，这可能是天公伯爱我特地甲你找给你，你以后我阁受苦啊！好，我答应你啦，只要你愿意接受囡仔。我绝对袂让你受到任何委屈的。哎，我接受囡仔。是，囡仔是无辜的，伊是国家子孙，我无可能让伊在外口吃苦啊！我相信爸妈想法也是同款。你卖替爸妈来压我。是我不是这意思，我只是。好啊，郭文杰。对。囡仔是无辜的，大人做唔对代志，我应该囡仔来承担。对啦，叫我多谢你啦，你的想法甲我同款。你莫阁讲啊，你嘛莫甲我说多谢，我袂同情你，更加无可能原谅你。叫我。你莫原谅我，不要紧。啊，不过你敢会答应我一件代志？你嘛知影爸妈的个性，啊，当初因知影我甲明秀的代志，
把我修理甲足凄惨的，阁害我跪伫姑妈遐几工。假使讲伊若知影我甲明秀有囡仔的代志，郭文清，你阁讲这款话，你完全无顾虑我的心情呢。照安尼讲，对我就无公平啊！我就是顾虑着你的心情，无想要对你有任何的温柔，唔才邀你来这甲你坦白。你已经无什么话通讲啊！是鸟啊！你即摆安尼回去，爸妈一定会问你啦。你放心，我什么拢袂讲。你家己做唔对代志，你家己去甲因讲。好好好，我知影，我会家己甲因讲的啦。哇哦，胖公公公公胖，来来来来，哦，这沙爹呢就胖了，哎呦，有七八仔哦，我中午吃你过两碗饭，嘿，看你要吃偌济，做你个吃，好，好，今仔咱两个吃饭咧，哦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咱两个吃，好啦好啦，阿娘，哎呦，真水个呀，啊你来来来来，做伙吃饭，做伙吃饭，哦，我吃饱啊。好，哎，你是好声哎，啊，拄只外口吃的是物件，你搁你腰？我啊，闻到这阿伯煮的沙爹旁边，我都冻袂掉，下当我配几两碗饭啊呢？来来来来来，你也爱吃这味的，来来来来来，恁客气嘞，反过来，我家己来，好来来，你家己来，你家己来。嗯，人讲哦，家是福，做是乐，一家就是有口福，尽量吃，尽量吃。哦，安怎？食到袂讲完呢？我爸的料理真正不会讲哦。哦，好吃。阿伯料理哦，真正有赞呐。哦。嗯。哎呦，你甲看嘞。哎，汤甘蜜甜，甜不不。讲遮咧讲啦，哎呦！啊，我甲恁爸以前吼，那阮嘛是甲恁同款的，嘛是感情真好，嘛是安尼甜蜜蜜。我甲你讲，嗯。阿母，我敢袂当问看卖，嘿，你甲阿伯当初是安怎认识？哦。我甲你讲啦，啊，我甲恁阿伯吼，阮是相亲的啦吼。哎，虽然阮是相亲哦，啊，不过哦。人家我们也是有谈恋爱的呢。你是相亲的哦，啊，请教一下，你两个当初是安怎谈恋爱啊？哎，你什么态度啊，少年的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你莫看恁爸吼，今嘛安尼拢点点啊，安尼一个敢那插头嘞。恁爸爸少年的时阵哦，哦。烟斗较袂讲的，我咧讲，逐工拢穿啊安尼趴哩趴哩，吼，乌高遐真正。啊，伊拢常常吼会骑酷明车，啊载我去看电影。啊，以前哦手头较闲呐，啊，恁爸吼身躯较无钱，哎，虽然是安尼哦，伊对女朋友足好个哦。恁爸吼都甲你同款，不不，不是不是，你甲恁爸爸同款，吼，对女朋友拢足好，欠家己吼，啊对女朋友足好。迄当阵哦，恁爸爸拢嘛买一罐汽水，啊，就伊啉一嘴，啊我啉一嘴，同款搁我啉，伊唔甘啉啦，几罐汽水拢欠要我啉。啊，足好诶。会记得无？
三四十年前的古董代志啊，什么人会记得？嘿，什么你袂记得？我一项一项拢记到足清楚，你讲你袂记得？哎，都是因为以前你对我遐好，啊，所有代志我拢放在心肝内，我唔才会对住你的身躯边，对你安尼咧做牛做马，拼到安尼，我拢无甲半句怨叹的话哦，啊，你袂记得？ 哦，你是真啊！你妈哦，哎，少年时哦，我气嘴哦，汗伤济吼，你妈啦，啊，即马不多来吼，真系转气啦。哎呀，对对对对，都是少年的时阵哦，你有我啉足济气嘴，所以吼，我即马唔才是一气质美女。那我赶快了。我介绍，他说煮的那困的菜都拢免食，我甲你讲，你都真正。哎，对了，讲一下你讲。 文龙啊，嗯，啊，你甲真水的两个吼，嘛惊一段时间啊呢，啊是当时才要甲娶你吧？啊，想，这结婚的代志哦，唔是讲因两个少年的讲好就好啊，人也不是大人滴。我甲你讲啦，会当娶到真水的吼，咱是足介意的啦，啊嘛是咱的福气啦，当然咱是欢喜哦，要较紧甲娶你来做新妇啊，啊，哎。 啊，毋过因老爸吼，这真水啊！啊，听文良在讲吼，啊，恁爸爸关出来了吼，啊，去用设计公司咩鉴定条哦，啊，即马即个代志处理了安怎？好佳哉，有文良，证明阮爸的清白，阮爸毋才无互起诉。嗯，啊，阮爸爸即马嘛拍算要请文良做伊的法律顾问。 哦，安尼哦，无怪啊！伊新闻娘啊，伫出国了，伊讲哦，有一阵哦，足重要这案件咧处理，哦，伊就替恁爸爸咧走状哦。啊，对对对。啊，即马啊，文良人咧？因爸爸即马毋但是要请阮杨做伊法律顾问以外，嘛会替伊安排大个所在啊。哦。哎呦，啊，足无简单，才出来尔尔，啊，厝诶人拢足思念伊。 伊唔在等来厝的大，唔才对。啊，怎么去住别人家？妈，你也唔是唔知影啊。有样就知影讲，阿爸无愿意原谅伊啊，当然心情住喺外口啊。唉，等有一天阿爸来愿意原谅伊啊，要等来才阁等来啦。讲这个讲啦，讲阿恁阿爸吼，迄个性嘛真奇怪，对家己囝来遐无情安尼啦。计较遐济，这无简单出来，唔多应该爱。 甲带转来身躯边，好啊，甲照顾，唔吃着。啊，后下咧家己一个人，啊，目睭也无看，互伊带外面来，敢会放心？伊放心啦，爸爸已经安排人，会好啊照顾文强啦，免烦恼啦。好啊，了。啊，真水啊！啊，恁爸爸算起来，哎，原来开始咧做工地来，哈。对哦，对哦，对哦。啊，若是文良伊个经营讲起来吼，较早是做律师啦，啊，毋过迄种乖乖啊，啊，即马目睭佫无看，要找一下头路吼，我看哦有困难嘞。 会当找着头路是上好啦，咱是替伊真欢喜啦。啊，不过咱讲遮个讲啦，上好的方式也是都爱转来厝的啦，互家己亲人甲照顾较放心啦，对不？哎，伊若讲哦，因爸仔囝这心肝哦，我那都要应该你化解啦。啊，咱哦也无方便哦，讲伤济啦。嗯，对，这真水，对啦。啊咧，啊，讲着恁爸爸哦，啊。 啊，无，我请伊食饭，吼，算讲我替伊接风啦，好无？哦，诶，阿伯，啊，毋过进前阮爸爸安尼对待恁，我感觉，嗯，得，不要紧，你拢过意思啊，莫搁提起这样代志啊。你甲文良凡生有透尾的对无？安尼伊讲的，我是亲家了。对啦，真水。 恁若爸讲安尼有道理呢，你一定吼都爱互恁阿爸请恁爸爸一个，咱两家一定爱好好，啊若无你甲文龙啊，恁两个人以后要安怎做伙，对无？嘿啦，骹手较紧的啦，紧互文龙啊甲你娶恁妈啦，较紧拼一个啊孙，互我抱咧啦，对无？啊，较免互我逐工安尼干那住咧抱阿舅的尔尔，啊，咧阿舅也无法度叫阿嬷啦，嘿啊，嘿，我叫阿嬷，阿嬷变做我叫阿嬷的啊。阿舅，你有听到无？ 系啊，你阿妈是要做嘛啦？哦，系啊，要做嘛啦，系啊，对。阿伯，恁敢有爹？明秀啊！明秀啊！明秀啊！啥？伊是要做嘛？是啊。
请你看了。无。文龙哥，真美，你嘛在家啊？你搁有病走来吃啊？你今麦存什么心嘛？我是先心是要来给阿伯阿母拜完年。啊，没，无需要，无需要，没遐搞勒索，没啦。阿母，阿弟阿奶讲，你是我的时代。不是，吼，迄阮家不是你的时代嘞。阮这世人哦，拢无希望甲你有任何的牵连啦。啊，上好哦，你嘛莫过来找阮文静啦，莫多哎呀，你家高高顶顶袂算。无唔对，而且阮哥甲阮嫂啊，即马感情足好诶，明仔就要出国啊，去普渡蜜月。你是千万唔通搁搞破坏哦。原来我当面笑，伫恁家内是真个人怪。啊，你若知影上好啦，紧走。阿母。你即摆若是赶我走，是甲你是会后悔啊？你即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免受啊！你啊一个水水的查某囡仔哦，你莫糟蹋家己啦。迄过去的代志吼，啊，阮也无想要甲你计较，你著较会晓受咧，莫甲阮文静人咧搭地啦。阿伯，我嘛是要较会晓想的。我无想要甲文静阁高高甜啊，但毋过天公伯啊，煞毋肯放我走。啊，无你即摆是咧讲啥？即摆是你家己做毋对代志，甲天公伯有啥物关系啊？恁俩阵我爱来才互恁洗面哦。也无咧。顶过我甲真美伫餐厅看到你甲阮讲的时阵，你甲阮讲，你阁真少年，真有魅力，即大阵查某人排队要甲你抢。啊！今麦出走来吃，要跟阮过好好。你是在求啥啊？文龙哥，多谢你把我的心内话讲给阿爸阿母听。甲文静分开了后，我才知影，我真正是一个真值得宠爱的查某囡仔。玉外查甫人多济，我嘛做啥物好机会？也毋过我腹肚内底个囡仔，煞无啥物给我机会。你即马讲啥？你腹肚内个囡仔？是啊，我本来咧嘛毋相信讲我家己一定有心啊，所以我去真济间妇产科检查过啊。你是伫闭啥物梦啊？迄囡仔是啥个？也个样是啥个？无来，你的意思，啊，囡仔都闻起来。所以我才讲，天公伯啊，是你出发过。你。